开剧场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不了。我有开剧场，那得多少钱呀？那得有多大的本事才能开一个剧场啊？你根本就不敢去想，你不敢去想自己可以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柯。完美影视，完美影视最新的啊，再来一次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柯。小柯老师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我们知道小柯老师之前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，包括之前的像《北京欢迎你》啊。那么他最近会有新作品和大家见面了。我希望我写的每一首歌都能够给人一种真实的帮助，为他们的生活能够增添很多的色彩。来吧，进来吧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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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。这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。楼上楼下剧场嘛，所以就是我的工作范围就是。这两天，流行音乐制作人小柯刚刚创作完成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。今天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完成歌曲的录音。我们认过，这就成为肯定是下一个卡拉 OK 里边泡妞神曲。对，就是所有。是不是你在？什么时候跟人家泡妞的时候？不是泡妞唱那个什么，唱《广岛之恋》可以吗？来吧，啊！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小小的录音棚几乎就是小柯事业的全部。如今，它只是小柯新事业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一年半以前，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首部话剧《因为爱情》，在他刚建成的专属小剧场首演。自筹资金开剧场的举动，宣告了这位音乐人的大剧跨界。剧场一楼的录音棚、音乐酒吧，二楼的小剧场，组成了小柯理想中的艺术空间。一个月后，因为爱情即将开始在这里的第四轮公演。那边那灯没用是吧？不，它是这么打那儿的。靠票房生存的小剧场，常常主打上座率最高的爆笑喜剧。而小柯的剧场，除了上演他自己的原创剧目，其他剧目都要经过小柯本人的严格筛选。我还演过京剧，真的，灯光幽灵鬼，就是包公戏，我非常喜欢。然后到了之后稍微给改造了一下，加重了音乐的部分，整个调整在这儿演。虽然赔了吧，但是也挺高兴的。剧场创办至今，尽管小柯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，但运营仍在收支平衡的生存线上下挣扎。这一轮演出，为了给剧场吸引来更多的观众，小柯决定亲自出演自己的话剧。阴阳脸是吧？对，在我那边。但这并不是他首次出演话剧。我现在永远记得2007年2月7号的下午1:30。六年前，为了学习剧作经验，创作自己的音乐剧，小柯受邀出演话剧《有多少爱可以胡来》的男主角。那里边有一场是我有一场戏，我把那个女演员就抱起来扔在沙发上，然后强奸，最后未遂人给我一大嘴巴，啊，太疯狂了，从来没干过，做梦都没干过那种事。我原来见女的我都不行，脸红说不出话。那一次，小柯成功闯过了舞台表演最难的心理关卡，天性解放，这也为他带来了性格上的重大转变。开剧场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不了。在天性没有开放之前，这些有很多事你是连你是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你根本就不敢去想自己可以做。就是天性解放给你带来的是自信。行了。行了，这个左下角再往下耷了一点，然后一放大就 OK 了。
从那时起爱上话剧的小柯，终于大胆创办了剧场。他还特意在《因为爱情》中设计了一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实验，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样在戏剧体验中受益。为了赶上中国情人节七夕这个演出旺季，长达两个半小时的《因为爱情》必须在一个月内排练完成。今天是第一天排练的日子，小柯早早来到了剧场。磊吧，那咱们先做对一遍词吧，默对一遍词。你没钱我不在乎，可我受不了你现在对我就是看不见、听不到、闻不着，那以后会怎么样我都不敢想。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，我害怕这样的生活。冷静了吧。我知道，想发财无非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丈夫李坦特原本是个画家，但婚后忙于赚钱，冷落了妻子，更放弃了艺术理想。妻子不满，气愤之下提出分居，被赶出家门的李坦特只得借住在商人老秦家里。哎，老咱们是没老过，谁没年轻过？当年你青春活力阳光玉树临风啊，当年我怎么那么帅？俗话说，中年男人三件好事：升官、发财。小柯扮演的商人老秦，曾经是个捏泥人的手艺人，但为了赚钱，不得不放弃手艺。随着李坦特最终找回艺术理想，回到爱妻身边，老秦也受到了激励，再次捡起了当初的手艺。爱情，多美好！年轻。多美好，理想。不要再说了。多美好。你的花生背后都已经炸了。自从你跟你老公分居的那天开始，我就觉得你特敞亮，特爷们儿，我特喜欢。在故事里，小柯编排的是艺术理想的圆满实现，而现实却是另一番境况。小柯的血压居高不下，已经持续了两个月。最近除了演员、导演的身份外，他还要兼任一档电视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。人到中年，现实中的理想似乎愈发难以接近。我在从这儿再接一下。艺术上的事情我不懂啊。抽空咱俩得好好聊，你很偏激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。艺术上的事情我不懂啊，但是。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这话题咱不聊了。这天下午，小柯还得组织楼下的另外一场排练。今晚这个爵士乐队要在楼下的音乐酒吧里演出。1 2 1 2 3。每周末都会有一天晚上是小柯特意安排的爵士乐之夜。我们曾经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音乐能够被称为音乐，第一个是古典音乐，第二是爵士乐。这爵士乐，我天哪，爵士乐是完全给我带来了我这前小半生的音乐事业的所有的动力。所以我的就是想说，能够有人在我的影响下能够喜欢，也不用多少人，就起码来说能影响多少人就是多少人。我们最开始做这个爵士演出的时候，前两次观众都是站着，人多到已经坐不下了，他居然站着看。这一晚上我可高兴了。演了俩月之后，最后一次就剩一桌客人。
这天晚上，小柯亲自上台演奏，也没能留住更多的听众。这几天电视选秀的录制工作告一段落，小柯匆匆地赶回北京。先回剧场。好的。哎，这是那个什么？海报就。哎呀！不许看我，唐老师。哎呀！还有你呢。哎呀！这一次。小柯亲自出演的宣传早早就开始了，但医生却嘱咐他最近必须要休息，再容我两周。两周啊？一周吧，我现在还没有下到安全的。来，哥，半年够了吗？那我要加一些规定，别忙你帮我洗。你俩有完没完呢？写完我就放你走，我就撤了。我去医院，我爸住院了，我就看他一眼。没事吗？但是检查，检查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给我打电话吧，发短信都行。行。又是周末，虽然小柯不在，爵士乐照旧演出，但听众依然寥寥。哎哎，高人，哎，你咋样了？明天下午我们还是一点开始，你明天下午几点过来？行，那明天下午你也一点过来呗。一周后，小柯终于恢复了排练。来，老咱们是没老过，谁没年轻过？你忘了你22岁时候那个人什么样？就是好像少一段词吧。原先是他说一句，那不装这样。刚才你排练的时候，你没给我空说。啊。对，然后但是你直接就是刚才那个直接不空的，你忘了你22岁是什么样了？那年你什么呀？对，他没有这番了哈。对。啊，你就认定你自己22岁，咱们老是没老，可谁没年轻呢？你忘了你22岁那年什么样？那一年的你，阳光、健康、玉树临风、长发飘飘。哎，那年我太帅了，玩了命他们。距离演出只剩下10天时间了，但小柯的排练进度还远远落后。啊哦哎啊哦哎 ，Does it d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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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我再变成那个演员，我也挺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我练去。Does it do? 你给我住嘴！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，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你听着。下午好，微访谈开始，有关戏剧、恋爱、情爱的任何问题，都可以。你说我容易吗？忙。我最近我想做这些事情，我就必然很忙，但必然很忙是你想做你的事儿，就是我不愿意去做那些我生理上去反感的事情，我一定是做我喜欢去做的事情。
来一个。今天是首次彩排的日子，距离演出还有五天，这也是小柯打磨表演的最后机会了。音响，灯光。啊？没有那个什么，再来一遍吗？没有。哦，应该是谁说的？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戏往下是怎么进行的，但是那个词还没到，情绪就已经先到了。没有，那个情绪值高是前两天他不批评我说反应太慢，所以我就往前调了一下，调过了。调过了。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跟我解释？你把它前后准备与打开。林小姐，你打算怎么跟我解释这件事？我觉得你不够，就是那儿不够烈，对，不够生气。关于这件事，你打算怎么跟我解释？好，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第一个，反应做的别太往前面做，再往回收收。第二个，该生气必须得生生气。好，太和蔼了，太和蔼，太本色。吃饭吧。吃完饭，晚上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没错。好，吃饭了。哎呦，演出的日子到了，听说小柯亲自出演，观众果然已经把票抢购一空。麻烦帮你剪一下啊！不会，咱俩没有戏，看来没有这种戏。来了。哎，你都是怎么塞走？我在戏剧舞台上，我可以完全解放我的天性。我在这儿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一个打酱油的，演成什么样，别人都知道我在演戏，他还不会介意。进行过半，小柯预先设计好的舞台实验正式登场。他将邀请现场观众上台，体验在演员们配合下的舞台表演。您来了，我就说一声，来，欢迎王总。这算是我想传递戏剧改变人性格的这个理念。而真正上去的那个人，他的体验就会不一样。观察四周，生活中的好演员随处可见，这一切都来自于天性的解放。他现在有点不太自然，所以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让他不要紧张。我在他脸上寻找着另一个人的影子。
放开自信去做那些你曾经没做过的事情，无论你做得好与不好，你的勇气都会得到别人的鼓励。其实真是说，戏剧对我帮助挺大的，它让我明白了很多这个关系上的事儿，就跟在舞台上的演员很像，就是你时刻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你和对方的关系，然后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，去说正确的话。就如果在舞台上一个演员做到了这些，就是好演员。那在生活中同样也是。初带来的旺盛人气，小柯特意在这天晚上安排了爵士乐表演。他叮嘱乐队尽量表演观众熟悉的乐曲，慢慢地把观众带入爵士乐的氛围中。现在正在练有字八法，什么咱交流交流，还到不了交流的份儿上。我现在还要在，我现在是希望达到人笔合一，就跟练乐器一样。这个剧场所带给我带来的东西，虽然这些东西在这儿换不成一些什么特别直接的，但是会在我，比如说我写歌、创作。其他的领域里会有特别直接的帮助，别人感觉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写流行歌，你还那么多事情，哎，就可能要没这么多生活的话，就真的完蛋了。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，却从不言放弃。他们没有正式拜师，但凭借对相声的爱好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盲人相声社，在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架起一座欢乐友谊之桥。敬请收看《新青年之闻声而响》。